叫士林，根本走不动路，摩肩擦踵就是指的这种地儿。阿罗哈，那个夏威夷不是叫阿罗哈州吗？这是鸡肠，姐，鸡脚在这边很好，鸡脚做鸡肠，谢谢。我绝对不会把它给竹林的。猪血，那个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都是不吃血的。那个可能是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电、没有冰箱，血是最容易腐败的。因为在食物里边有血就迅速就坏了，尤其在沙漠里边，尽管干燥，但是血也是传播各种细菌的病毒腐败的根源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东西就不肯吃血。伊斯兰叫清真食品，那个犹太叫清净食品，都是把肉里边的血排干，这样就可以保存吧。神将，什么都吃。吃货就什么都吃，因为是吃货。